那时耶稣对门徒说，现在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一位那里，你们却没有一人问我，你往哪里去？反而因为我告诉了你们，你们便满心忧伤。但我要告诉你们这个事实，我离去，为你们更有益。若我不离去，护卫者就不会来到你们这里。当我去了，我便会派他到你们这里来。当他来到时，要为真理辩护，指证世人关于罪、正义之道和审判所犯的过错。关于罪，是因为他们拒绝信我；关于正义之道，是因为我在回归父的道路上，而你们再也看不见我了。关于审判，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已被判罪了。